春风里加油，快给我抱，我跟红姐在那个小木地窖点这里。哦，对面在哪？在哪里？飘香在哪？在那个，咦，不对，心跳了。好吧，我自己看到了。哎，不对，这是你们啊。那这个耳鸣是哪？在楼上吗？啊，对，在楼上。对对对，在楼上，在楼上。你们，他们准备跳下去了。二楼这个缺口这里，被国王带着箱子不动了。OK， 刚跳上来了。你们居然不开球，还要本盟亲自开球。先开个机。哇，他们上去了，你们小心点，快走。打到我了，没关系。幸好没有打到国王。哦，只单独的攻击。哎呀妈呀，忘了他还有一瓶香。帅不帅？太帅了！哦，我还以为你是国王。咦？我打到我了。哦，好吧，我还说怎么没打到我鸟身上。对面人呢？这边侍从上哪儿去了？这前锋都没见着啊！前锋来了。国王，快去保护国王呀、啊！我也得需要保护啊，因为我没有空间。快来，国王，我在下面。我不要害怕，我不要慌张。这都没撞到呢。他不知道这个是啥，他对你们不感兴趣。开球，为什么不开球？哦，为什么不开球？你为什么不开球？你们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不开球？开个球行吗？求求了！红蝶居然不服人，赢了！赢了！哇哇哇！好厉害！你们怎么刚刚都沉默了，都不开球？开球？你不知道什么叫开球吗？不知道，没听过这个。你没有搞错！